本期话题：脸太宽怎么办？卢健健，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。脸大脸宽是很多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的困扰，不单上镜不好看，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显得比较的不够精致，甚至于说我们说看起来像是120斤的脸，实际上只有一个100斤的身体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，这个脸太宽了，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它变瘦一些变小一些？其实是有的，大部分人脸宽是由于骨骼的宽大，也就是我们的下颌宽大，下颌角肥厚引起来的。也有一部分人的脸宽是由于下颌骨体部的宽大。那么我们通过我们拍片子，拍我们的 CT 片，做三维的重建，可以非常完整清晰地看到您骨骼的轮廓形态。根据这种轮廓形态呢，可以考虑做截骨的手术治疗。那如果是因为脸太胖了，我们可以通过减肥来治疗。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呢，当然就是咬肌太肥厚了，我们可以注射瘦脸针来达到瘦脸的效果。